今日大盘上下震荡，小幅下跌，成交量萎缩，人气低迷，创业板指在创新低，科技股成杀跌主力军，最终三大股指均以阴线报收。截止收盘，沪指报 2681.64 点，跌幅 0.18%， 深成指报 8113.88 点，跌幅 0.61%， 创指报 1366.57 点，跌幅 1.78%。 盘面上，海南板块午后拉升，大东海 A 涨停，罗牛山、海南瑞泽、海峡股份、君达股份、海汽集团等个股纷纷跟涨。白酒板块午后直线拉升，金种子酒冲击涨停，酒鬼酒、老白干酒、顺鑫农业、古井贡酒等个股集体拉升。汽车制造板块涨幅居前，奥特加、松芝股份涨停，江淮汽车、安凯客车、比亚迪涨幅超过 4%。 钢铁板块表现活跃，河钢股份、鞍钢股份、鄂尔多斯、首钢股份、宝钢股份异动出现拉升走势。与此同时，军工、次新股、国产软件、网络安全、 5G 等板块跌幅居前。热点解读，受未来汽车大涨近 80% 的影响，今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全天保持强势，汽车整车、新能源车、锂电池等表现不错。整车江淮汽车、安凯客车一度涨停，新能源车奥特加、蓝海华腾、通和科技等五指个股涨停，锂电池维科技术两连板。八月新能源车销售同比增长，相关产业链仍有一定的机会。午后大消费类个股异动护盘，白酒金种子酒一度涨停，通普股份涨停，啤酒西藏发展领涨，加用电器深康加 A 领涨。大消费白马股护盘迹象明显，持续性存疑，整体看板块效应不强，难以支撑市场反弹，追高仍需谨慎。市场分析回顾昨日收评重点提示了今日大盘面临五月份下跌以来所形成的标准下降趋势线的强大反压，要谨防大盘触碰高压线后的继续调整风险。从今日沪指表现来看，盘中两次上冲均受阻于趋势线的压力，随后掉头向下，在蓝筹白马股的护盘之下，沪指整体处于窄幅震荡的走势，但以科技股为首的创业板今日再度创出年内新低，整个盘面呈现出权重护盘、题材股出逃的局面。随着中小盘个股的持续走弱，或对沪指形成拖累，一旦没有主力资金的护盘，沪指恐将再度向下继续寻底，除非市场在外力作用下打破僵局，否则后市不容乐观。操作策略，昨日收盘给出的今日操作策略非常明确，重点提示周五早盘切忌急于追高进场，早盘要多观察，若是犹豫不决或向下则适当减仓，因此下周一静待盘面变化，保持谨慎，多看少动，在控制好整体仓位的基础上，建议关注近日热点新能源车、天然气、军工等和超跌股的机会。股市就是个让有经验的人赚到更多钱、有钱的人获得更多经验的地方，需要不断学习和总结技巧方法。其实只要有了好的方法，在股市赚钱是件很轻松的事。笔者花了十年总结了两套筛选强势股的方法，对涨停板的判断非常准确，在这里全部免费分享给大家。例如瑞康股份是9月4号提醒抄底的，涨幅已经超过 53%， 很多朋友都抓住了这波利润，我也是替大家开心。周三分享的维科技术和西藏发展新海仪分别出现两个涨停。笔者微信 1328792037